嗯，阿强啊，嘿，你这位伊恁六个嘛，恁六个当食用锅，大锅呀，大锅这样子。啊，大锅都做嘛？大锅，别做了呀，伊拢只做嘞，只做做到底呀，我们老嘿。老板娘，这不是拢人自平的大？你啊，你是哦，不是哦。拢好啦，原住民甲咱迄个拢同款啦。咱遮有三至四人的600锅啦，啊，鱼头一块，啊，鱼巴两块，啊，五至八人1000块，鱼头2块，鱼肉3块这样子。嘿，还有青菜。讲看如果讲也袂足够食的吼，女士较侪，咱会当看要一锅600，啊，其他再叫青菜、野菜之类的。一直开汤面，阮是较老实。看者，阮姐姐来，你介绍你较高。一般几个人？六个啊。六个。六个。啊，无要安尼无？伊这是三至四个人吃较拄啊好啦，啊，你若六个人是爱食一锅较拄啊好。嘿啊，啊是看你要。不过，也只有因查某囡仔人。其实我们吃不多。那我跟你讲，我们用这一个。然后点几个菜，这样就好，好不好？那几样差不多，差不多啦。这啦，一个600，哈，我怎么讲呢？600，你点着一个、两个都800。你那小盘就好，咱的小盘就大盘。啊，不过你叫这，你嘛是，你敢要叫什么？要叫什么？啊，吃这嘛无可能。对啊，嘛是无可能，嘿，安尼真正。叫你叫这个啦，我讲，你这个，啊，咱的菜拢叫小盘就好啊，卖叫大盘。安尼吃个怎样？看要吃什么菜，恁爱吃什么菜？龙须菜好吧？龙须菜，龙须要张强林看。龙须菜可以好了，可以了。桂竹笋，哦，桂竹笋这重口味的人爱吃。啊，要搁，干要搁？皮蛋豆腐，皮蛋豆腐好。啊，先安尼就好。啊，搁饭嘞，啊饭，嘿，啊饭，咱是吃恁家。我给你打包，等你来退。好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嘿，啊对嘞吼，会使哦，哦。哦，我来去吃。嘿嘿。啊，栽培哈，栽培费用。算我诶，安尼哦，好才是最赞的，嗯嗯，你不会受时间跟车辆的限制，慢慢来，对。我今日早起，甲爬面顶，我就爬一早起啊，爬到去。对，步道行过啊，行到这里来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你一定会行到阮家的。好，一定要经过恁家。比分腿较水着。对，嗯，嘿嘿嘿。今仔日你有感觉腾云驾雾？对啊，嗯嗯嗯嗯，袂歹，袂歹。啊，恁有预计小蛋要去倒位佚佗无？一百嘞，吼。嘿。到这附近有较近的啦，较近较好耍的。这边去有一个独立山车站。哦，遐有车站了。遐有一间奉天岩，遐是奉迄个观世音菩萨。嘿，你会去参观人夹菜，菜去啊，啊你排队你炒菜，啊大家都在食饭那种感觉，哎，很不错。啊，行落去到迄车站遐，有一个阿婆嘛是咧，阿婆已经转去，只个换一个茶叶袋啊，茶叶袋啊嘿，你袂使带伊，阿姨，嘿，因所卖的菜嘛拢是当地的菜。哦，这个位啊，伊未差20分尔。拢铁腿赛。嗯，行一点钟，你有铁腿无？真条你无铁腿啊？我就知咧，叫你爱抱，你拢无抱。啊，叫我去了咯，收了啊。你这条路就是去了呢。车子开去就对。开去，嘿，开到到位，再来落去迄只，哦，迄道我彩桥遐有啊，叫彩桥遐。我去哩，右转，因为你左转，就咱就要回家。对。啊，去活动游客中心啊，对吧？左转去，遐有一个顶下路，行去下路落去，遐有一间巧云小站，巧云小站哦，好，啊，记得啊。巧云小站，嘿，巧云，好，巧云，巧云，巧云小站哈，伊金碧辉煌，好，开差不多3亿。哦。咱去甲看麦，人家3亿是安怎甲打的？好，安尼就会使一日游回来。一日游得第一趟差不多一日啊，哈。啊，佮去
有一个泰兴岩，会当看风景嘛，足水的。哦。但是咱若泰兴岩吼，咱差不多九月的时阵吼，一群候鸟千里，哦，上万只的。啊，这边已经超过了嘛，走几路，超过了哈，过，好好好。所以下一次要记得。哦，九月。要记得。嗯，九月。三亿冲出来。啊，对，三亿那个从这边。你现在这一条走去的时候，对，它有一个顶下路，你行下路，去到尾啊遐嘿，去到尾啊，你去到。这样我就对啊。对，安尼去哦。嘿。我靠，不要先去遐，我去。嘿，可以，都可以。安尼哦。两个地点都限时间，伊旁边门票上面拢唔免。好好好，对。心情济，搁佚佗搁种欢喜。好，有力。风景水，空气好。啊，来个顺路，爱行得对的吼。对，安尼刚好。哦，我的名产。好来，这是哈，咱的原住民朋友，因是爬藤的。一般咱的爱玉是不是用野生？但是野生是咪蛮无够咱食，咱台湾人就甲伊讲话，食过来做一零一冇可能啊。所以伊是爬藤的，真少。伊这是原住民哈，我甲伊问的，他这个不是一个原住民给我的，是十几户原住民收起来，五斤十斤，五斤十斤安尼哦，才收。哦，所以你个食看卖，加足 Q 诶！你看这个晶莹剔透，那吃起来为什么有点酸梅的味道？哦，加了柠檬，柠檬是我姐姐种的啊，是无毒的。嘿，柠檬吼，外皮是歹到会惊死人诶。哎，然后加一点，我们是不是乡下人都会种冬瓜？啊，冬瓜是咪叫你等，啊是咪食袂完咩啦？甲切切咧，来熬汤，熬汤。就像冬瓜露，反正冬瓜露加你嘿，对，跟我吃起来一样，不一样啊！跟一般吃的那个苹果号的假，那个什么爱玉冰，完完全全无同款嘿，这就是啦，而且是攀藤的，攀藤的比较 Q 啦。啊，你若讲吼，咱攀藤的是属于高海拔，啊，你若自种的是属于低海拔，低海拔伊的物件食起来较暖心。啊，若搁较甜吼，甜到不得了，迄就是加。有加物件，加物件，啊，咱来个这好山好水，我们要好食材，对，好食物才会养生，才会漂亮。对，啊，过来就是阮的砂锅鱼头，够砂锅鱼头，就奇怪哈，我食无碗海，啊，没有砂锅鱼头，四个囡仔去买的啦。啊，对啦，我们本来要去那个林聪明吃的，哦，所以我们来这边吃也对啊，哈。上完。很聪明，跟卖这个鱼的还有先生，他们是三十年的好朋友。好好好。以前温先生含在卖鱼也是做店条的，做做营营就是去因家来切一块鱼吧，啊一个砂锅鱼头，啊买两个饭，切一个因某的手落菜青菜，啊就伫遐山林。你们到尾啊，这两个做店条的吼，用要走路啦，做油菜的，一包菜拢用要走路。我来分开，加这个卖砂锅鱼头的吼，一条好起来，一条好起来。我来阮这个卖鱼的，啊是讲当卖砂锅鱼头，无来卖鱼的卖看卖。伊就爱去从事一个行业兼职，我也就爱兼职翻身啦。翻身了后，伊就讲，哎啊，兄弟，啊这鱼也无要叫咱，我讲好，听你吼。就这样子，他就去抓很多，去收购很多短头鲢，然后来卖给他。哦。那个短头鲢来是活的哦。好。活的杀了之后是急速冷冻，再拿出来切片的。好。很新鲜的鱼。对。好，而且这种吼，台湾省那个水库内底。水库内底鱼啦。每个地方收过来。短头鲢。销量吓死人嘞。吓死人。我唔好讲林总，因为有话者来讲了，去税关出来。诶，去对，唔茫甲讲，哎，哎，唔茫讲，唔茫讲开。头讲。一单买两千万。哦，对对啦，嗯。嘿，唔茫落去，我个害着伊去叫查税金。对，嗯。好，你家己好，好，好，谢谢。青菜拢是咱整理的。阿嬷啦，阿嬷进门去办的，我都收好。对，好。我种无遐济啦。对了，好，谢，好，谢，好。谢谢你们介绍，谢谢。欢迎老板，欢迎你们再来。好，来这边，来这边吃饭，好。好，谢老板。来，你看，过来阮家吃饭。弟弟，啊，这个阮弟弟的嘿，这个不是，这个阿哥不知，安怎死咱不知啊。哎，那是美术系的啦。哦，美术系的。哎，不要紧啦。啊，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子，你看，从一桌开始就这样吃饭。哦，那不错。这样没有比较。
放松，对，可以小一点。真的，我们就这样，我们以前是这样子，全台湾省都这样子。嗯，好，很高兴认识你们，好，谢谢，下次一定要来，我很高兴来到你们这里。哎哎哎，那个帮我们介绍算了，真的啊。啊，来问讲，你这几点偌济啦？几点偌济？哦，几点六？600块而已，六百块，合金合币，合金合币，合金合币，好，好，好，来，煮好啊，一只，哎呀，有卡细点，有卡细点啦，嗯，哦，那个也不错吃哦，那你把你的盘子给我借，我可以啊，我拿盘子，那个那么的，哎，我们家味无同，好，啊，这里有虾啦，好啦，无咧，今年啲虾起也足少嘅。好好，来。啊，咁咪就帮我，我还没讲嘅嘛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无加钱啊？唔紧啊，你边无计减。系啊，未减哦。啊，食饭我。好，加啦，好，开动，开动，开动。慢慢用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嗯，对，嗯。老朱，咩未讲真油啦？哎，我拢未用过这皮。这皮是海参蛋。海参蛋，海参蛋，这油啦吼。你讲几贵点呢？这是大王哦，唔是看王哦。对吧？爱讲大忙哦，爱咪稳定，嘿，爱咪叫稳定。你嘛讲？对啊，这大忙啊，爱人伊伊那三地同胞讲，你爱听讲好笑，这是大忙，唔是看忙，嘿，嘿，大忙不，唔是看忙不，嘿。住伫稳定食午餐吼。谢谢，谢谢。拜拜，好，拜。八德广行宫，好，八德广行宫，对，好，再见，好，嗯。